可以，200万辅助够了。我操，这个三十多他妈有点狠，这个三十多飞出去啊，要爆炸！怎么了？皮一下很开心。这胡打风是有点狠的，点地府对面，对面也是超酷，观战直接开无间的。看对面血量，8000，5300，3500，7200，我去你个蛋！4800，5600，5800，7300，我太舒服了，真的。这太舒服了，4800你没了。哎，这太舒服了啊！这种游戏体验真的感觉，我操你妈！这他是人吗？我操，全死光了！你妈宝，真有意思啊！三陀真有意思啊，太恐怖了啊！对面神木林秒都秒不出来。163了，全是163，又是163，再来又是163，出了好几级163，观战有速度啊，续迷了直接啊，死了，狂换续迷就行了，观战有速度，对飞的情况下面有速度为尊，有谁有速度谁赢，啊，舍自己了啊，继续拉续迷就行了，肯定全换了啊，两回合。对面他妈疯狂163，死了。对面也换了，没办法呀，只能换。血神木啊，高连，这样飞过去还了得？看鱼岛马上开始啊，看完好吧，这舍身怎么最多舍16798，狂神，我操！这他妈是畜生啊！慈航普渡啊，化身起不来。对面狮驼也对吧？也不白给啊！对面狮驼也狠啊！我操，你看，这对面狮驼也有威力的。你别看对面那个什么大暴驴，那个阿驴其实威力也在的。说实话，阿驴。还有一架飞机不好说啊，我操，对面飞过来观战也要灭啊，观战先飞，老木头死了，对面队长疯狂有流程死了，五剑钻井都是化身死了，哎，不过对面飞过来观战方这边也得死几个，哦，这个凌波神都不是个石头灵，没用，地府喝酒了，对面应该，啊，又要磁场抓死，啊，没喝酒，小死挂舍身起来再转一波续迷，简简单单，爽爽快快，清清爽爽结束，
死不起来了现在。四回合两边互冲就完事了。鬼眼神马拉带走了。